9月7日，2013 ATV 亚洲小姐竞选在深圳举行面试活动，29位面试女生穿比基尼亮相，争取入围机会。16号，萧翠婷被指向王祖蓝，不知道她怎么想。因为王祖蓝咧，佢成日扮女人嘛，佢扮女人好靓啊嘛，所以我都觉得好开心。虽然被笑像王祖蓝，假睫毛现场掉落，但是萧翠婷绝对不是最让人吃惊的一个。20号吴月莹下体现形，22号吴君玉不慎露毛，场面相当尴尬，也让2008年的亚姐闫子飞大呼受惊。冇一啲吓大噶嘛，吓大噶嘛，唔系讲笑啫。我哋因为我觉得唔会有咩特别惊吓嘅嘢啊，因为人本身生出嚟都系大家都唔同样，唔同高度噶啦。此次亚姐面试选手参差不齐，虽然闫子飞笑颜受到惊吓，不过确实也有让评委心水的。2009年亚姐许莹就表示很欣赏14号选手，比较喜欢14号那个女孩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，那个女孩看起来比较端庄高贵一些。不过现场观众得票最高的却是13号选手，看来真是各有各的审美啊。